然后来啊，林美胖啊，我要拉大唱，我要把你变成一条虫。那个死懒惰虫啊，林美不知道我的威力，来，看我那降龙十八掌，扛着仓库，扛着库，九阴真功。真的喂，不用紧，我教会。加一成功，零一成功，五花旗，幺零剑法，哎呦，再加换，呀，火龙拳，破云甲拳，闪电无人兵。谁拔不到，找林北啦！我可是山顶猫山王的，跟你讲，等我出来才得。好了，没有什么时间了，快点快点，拿到信。我很忙啊！啊，我的名字叫做阿龙啊，可是山顶猫山王的人，因为为什么吗？我天天的榴莲啊，要接上卡之前，请记得给我按这个红色板的，是不是？给他大大力啊！下去，已经帮我这 subscribe 我频道了。好了，接上卡那就出事。右手换盾，左手换剑。现在有一种决斗王国片，陈志内啊，他是找那个人来了，并且交换卡。后来他拿到很特别的卡，至少有五张。这时候陈志内对上偷的徒弟啊，不是第一次的徒弟叫鬼顾，他场上很多卡，有龙僵尸、小丑车，以及是铠武僵尸。连陈志内最后他是用神抽了，幸好他抽到左手换盾和左手拿剑，他把那些僵尸把怪兽交换，连他其他怪兽卡都交换了。幸好陈志内马上给他逆转了胜利。盾与剑啊，他发型为钢铁的袭击者，不是这张，而是这个卡包。他在我为当这个发动时候，场上表示出来怪兽全部攻击力和守备力全部交换，到回合结束为止。他跟思考和动画差不多一样了。假设你自己下跪，然后把全部场上怪兽全部交换攻守数值的话，就会这样子。放到我这个盾剑呢，就把对方全部怪兽全部交换，把你自己下跪就不会受到影响，这样还可以攻击。但是如果是攻守一样的话，或者是另一个话就没有用了。我不知道这张卡有没有人用了，我相信豆腐应该有办法。就在那时候，其实苍渊学人还有游泳，其实变成哪个也是一张。不过幸好还有一个陷阱卡，那是否左手持剑，右手持盾，它条件是由自己的攻击表示出来，受攻击时对方九进以下攻击限制可以发动攻击怪兽时候，原本的攻击和守备直到回合结束就交换，受到这个攻击原本的攻击和守备回合就交换。但之后可以自己的目的挑选左手右手换盾，左手换剑，加右手牌，这算是表示最好用了，只是在七进就没有了。那没版呢，奥利维改。不过呢，他是好心帮忙了，他在 TCG 啊就改成英文版本，让我容易看英文，为每一个国家还是本来的人呢容易着想，叫我知道这个是什么字。以上是盾和剑的讲解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越终极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是直接的 like shar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的观众，记得要是按小门铃以及下方 comment 给我，谢谢。放心，这个五个法术不咬人了。如果真的是跟我讲啊，我只要我的魔法卡盾和剑刚对抗就可以了。没有，开玩笑吧。好了，等等我们信吗？敲。如果您还没有开始加入我们游戏王交流区，是不是不要紧？这边有一个最板的，是不是跟他一把大的要喷下去，你就成为我们游戏王的朋友了。但是如果你不想被签包的话，不用紧，跟着念我的 Rules 吧。第一，禁止吐槽成为发的图。第二，欢迎玩正版和翻版的玩家加入。三，违规者只发出一次的警告信，第二次就马上就拜拜。第四，可以买卖群的贴，但是三天内啊一定要撤下。五，别在群里有游戏王之外的东西，谢谢合作。六，本局接收 OCG 或 TCG 特发帖，解决 Rush 就有关。以上是六个规则了，如果你不想切 Boss， 乖乖给我听这个 Rush 吧。好了，等你们加入吧，拜拜 ，Cheers。